大哥，如果他真的有，你说他有挥到你的手，是不是？手机啊，都把我挥到。把你手机挥到嘛，哈。如果录影有录到，哈，车子都。OK， 没关系，好，你可以让我们派出所做提告，这是你的权利。对对对。那他的资料我们有抄登，你的资料我们都有抄登，哈。那大哥，好，人家在执行公务，啊，人家有，我们有，都大家都会有苦衷，他态度有时候不要这么激动，好不好？哎，车子要开出来了吗？还是？对，我们还没有收完。啊，还没收完，那你们就继续。因为过年量比较多，不准时啊，他误会了。本所接获报案，指称有民众阻挠清洁队员回收物品，立即派员赶赴现场。经了解，系因年终清运垃圾量较大，导致车辆延时延误，民众不耐等候，因此发生纠纷。严谨立即现场制止，双方争执并相关权益，事后依规定受理清洁队员提告。警方呼吁民众遇事应理性处理，以避免纠纷。